驻扎在这里的小鬼子至少得有一个团呢，我还嫌少呢。这些小鬼子在南京杀了我们那么多老百姓，老子今天非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可咱们就这几个人，而且来的时候也没报告司令，万一真打起来，咱们连个援军都没有，不死定了吗？弟兄们，你们都是跟着我高翔出生入死的人，今天这一仗非比往常，能不能活着回去谁都不知道。誓死跟团长，誓死跟团长。好，那就以我打死瞭望塔上的鬼子为信号，行动。是是。喂，何があったぞ。ないみたい。おい、撤収。意外的收获。把弟兄们都埋了，把这个地方给我炸了。
这个高翔太不像话了，偷袭日军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向上峰汇报，搞得日军大部队改变了行军路线，完全把我们的计划给打乱了。这个高翔他什么时候听过司令的话了？上次围剿马家沟，在之前吕梁山突围，他哪次不是自作主张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看我们也不用打了，各自为政算了。不能这样了，要杀一儆百。杀一儆百。对对，杀一儆百。报告，高团长回来了。他们怎么样了？出什么问题没有？高团长一点事都没有，而且还缴获了鬼子十几挺重机枪，还把鬼子的指挥官给俘虏了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，关进禁闭室。是。